门清一模式，盯好紧，发财。九条，八饼，西方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三饼，吃，吃，九万。那一副那个，你到底要碰还是想要怎样？马国碧，抓牌黄，你会被打，我跟你讲，马国碧，九万，连碰的机会都没有，三比，定我，哈哈哈，先插牌哦，好好，六饼，年轻女的漂亮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哪个队？年轻一摸四饼。发财，七饼，哇！不要说我代赛，哇！南风，哪个都什么啊？你哪个都爱演？六饼，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多？一条，红中，快没牌了。各位观众，啊！他呢？他又不会摸牌哦。对啊，每次都很 gay 佬，对啊，很认真的摸。九万。一万，那宝妈跟马国碧是七千五，另外两位是零，打得很保守。五条，叮叮叮叮叮，九饼，那个摸真的摸假的啊？不会摸，四条不会摸啊？他这个摸他是到底是统在万才调整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磊哥你好了解我啊？红中，红中，四条，好烦哦。白皮，起来，起来。哇哩嘞，哇哩嘞。小心哦，七千五百块，放枪就是整个给对方。哪个打电话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一比一，你到底要换到哪？气死了，气死了！快没牌了，各位。一万。为什么你都有每一次都有这么多的手掌打呢？哎呦，一切都流泪。算了算了，来不及了啦。阿如，八饼八饼八饼。马国碧要两张。一万。九饼，摸那一把就黄了，太满了。九饼，是跟打吗？你为什么真的是跟打吗？北风，最后一张，你看雷哥打的中八饼，对呀，哎，没有，海底了，马国碧还听得蛮漂亮的，真的，来，海底杠上，什么杠？海底，海都倒下来。全部倒下来，这牌很美啊！准备有五张，五张被抓走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六张自己，还有两张啊，马国碧。啊，你什么啊？三六万，三六万。好，这边一张，那边一张，两张，这边没有，没有，这边四张，四张，六张，还有两张，三六万。哇，海底捞的话就爽到真的啊，多一台。三了，哎，你怎么开太快了？一张六万，一张，不会吧？有没有？不要有六万，不见，没有，谁能不见？没有，没有，
也过瘾了，绝招。而且门清对，门清，门清一摸四，海底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底算了，买没算了，门清就一摸四了，再加一个底，15000块钱，哇！真的这样看来就过瘾了，对啊，在我们节目像这样的经验已经好像是2-3次了，海底捞哇，很过瘾，哎，马国明真的是斜靠，对，他真的有一点，好，恭喜啦，来下一场，海底捞月一台，门清自摸三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15台。哇！现在马国碧他们反而领先了22500。哇，想不到哎，海底捞月。四姐那个佩纯呢，他们是13500，你们俩最好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，好不好？来，好来，马上看四家的牌，先看陈奕轩的牌。看清楚你的左右对手，想是人家的13500，这牌你可要努力凑，手脚太慢就只能让人打完喽。现在13500在手，这把可要努力往上加，25条凑饼子大，早点听牌拼自摸啦。上一把运气输人，这把可别再错过了，69万摸来拼凑搭，别怕放枪往前冲，等人放炮你就赚到喽。上一阶段加码表现很优，现在麻将实战就看你手气够不够，起手四小队在手，要不要平碰碰赚红包？好用力，来，一轩警长，齐峰，声音多大声一点啊，齐峰，6条，红中，不要发抖，声音。他从上一场就听我是。南风，发财。我现在场上是两对情侣。我是夫妻。2比1，碰张。好的。嗯。要倒哦。1比1。东风。北风。这对夫妻现在有13500，气势还不错。希望你们可以把奖金再冲高哈。10万。9比1，时间都打好甜。对啊。